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啊，我即马伫这个，这条做中华路啦，吼，中华路这吼，这足闹热的吼，这即马去，我要去这个鸿运市场啦，鸿运市场吼，一直行就到啊，吼，啊，这有这个，这嘛有一间个光华，这个，这有一个吊销厂，啊，即马刷去，直直去吼，就甲咱这个加码百货啊，吼，啊，加码百货边啊，即马讲有新开一间。家乐福便利购，吼、哦，家乐福便利购，便利购边啊，家就是迄个台东吼，台东公司的这个经销商啦。这即马咱就是行到咱这个长隆路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有一个林淑芬的服务处嘛，你叫嘛林淑芬服务处吼。啊，刷落咱就要甲这个宝吉天地啊，哦，一栋嘛足久啊，上无嘛有，上无嘛三四十年啊，中华街就是头前。现在我们这个长隆路开很多的这个新店了，我知道就是这个汉堡王了，还有这个王酱了，王酱说最近说开头三四个月就收起来，现在又换那个叫做段淑珍牛肉面，它在这个义善银行旁边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鸿运市场，我们隔邻车直直行，看到水果店迄个大块的咱就伫遐停啊吼，安尼好对吧？遐中华吼，中华街直直去吼，直直去嘿对，遮有无？遮加码嘛吼，加码有看吼，即马刷落来，遮就是一个 net， 遮就是一个比尔比尔可以好扛棒，楼骹就是一个汉堡王吼，遮遮足济，遮加足济啦，炸鸡啦吼，遮嘛有一个腹肌鱼干的肉吼。即卖咱就是要行较多呢，行到这个鸿运市场遮，你甲行较头前个吼，遮就是迄水果店有无？迄大块个里有无？咱遮就停落吼，遮停落嘿，遮就是迄个翡翠丽吼、水果吼、感谢。这令果吼，我做低调个呀。这令果啊，这叫做柳丁啦，这柳丁，柳丁我要买我看有甜无啊？哇，这我买这，哇，这赞这赞。这碰柑嘛，碰柑我想吃一下吼、哦，哇，这赞，这碰柑吼、哦，喂，对来啦，这间吼未歹哦，这少年在做吼、哦，葡萄啦，葡萄啦，啊，金蕉啦，哎呦。